合作时间相对刚才那种合作只有一年的选手来说呢，可能要长一点，大概有三年了。第二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了，去年是排名第十九位。今年欧锦赛上是获得第十名。本赛季他们选择的本节目音乐是来自于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歌剧《伊格王子》中的波罗维兹舞曲。白俄罗斯选手巴奇诺娃和阿米安丘克，很年轻的一对运动员。刚才的这一套动作，总的来看难度相对来说偏低了一点。他们选择的，我们看勾手是用这个勾手起跳的捻转，做的是两周，单跳用的是阿克塞尔两周跳，那么他要比三周跳分数低，那么。其他的，不过他的抛跳还可以，用的是萨霍夫三周的抛跳。看到的是开场造型的舞蹈编排，勾手起跳的面转托起。阿克塞尔两个
这个动作的分值是 3.3， 那么它仅次于后外顶离三周。大后出三周的抛跳，这个抛跳比他欧锦赛完成的要好。第五组的托举，但是他们用的方式是用的萨霍夫的方式，只要是第五组任何起跳方式都允许做，最难的是阿克塞尔类的，那么可以做外点的那种起跳方式，外点冰的、后外点冰的，或者是萨霍夫的这种都可以。技术分20.43，节目内容分17.77分，38.20。他们后面的几个动作，比如说直线步，还有螺旋线的定级都比较低，而且呢 ，DOE 也是给予了减一的扣分，所以他们最终的名次排的偏后，目前排在第8位。